手放下去，啊，这就是右手，知道吗？两位小姐，不了解，再来一次，右手举起来，左手举起来，左手放下去，这就是右手，知道吗？了不了解？我讲得很清楚，你那个模糊啊！再来一次，右手举起来，左手举起来，右手放下去，这就是左手，听得懂吗？听不懂啊？啊！拿筷子的那一只手是右手，听得懂吗？好，举起来。好，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，来。好，跟前面的大哥哥大姐姐举同一个方向，来这边。好，跟着前面的大哥哥大姐姐一起转哈，好像咚咚。换另外一只手说，我立直。双手摊开来说，我没有办法。拍脚两下，拍手两下，说从小。长得那么漂亮，那么漂亮。然后你们是两排对不对？好，两个面对面，两个面对面，面对面，开始，三秒钟，三二一，没有面对面的扣分。好，注意，好，右手举起来，跟他说，指向他，看前面大哥大姐姐不示范，指向他说。讨厌，换另外一只手说，跟他讲，四下，来，双手握拳放在胸前说，人家不来了，来，哎，要扭下去，来，注意，好像这是哪一班都没有在做，好，来看看没有做的，全班站起来做哈，来抓哈。后面的老师当评审，如果你认为一班就举一，五班就比五，十班就比十，六班就比六，以此类推。后面老师当评审，哦，前面也有，哦，主任也有，哦，还有我们的妈妈们，哎，来哦，注意，这个叫做爱的伤疤，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教你们爱的伤疤？因为从早上到现在，我发现我们三多国小的，不管是男生或女生，都有伤疤。哎呀，开玩笑的啦，开玩笑的。来，坐，一，当我说爱的三八，预备的时候，请你双手举高爱的三八。我没有说预备啦，哦，没有默契，很讨厌呢。爱的三八，一个，放下，那么慢，快一点，不敢，你那么慢，讨厌，爱的鼓励，啊，爱的三八，一个，爱的鼓励之后，我天生我丽质，五六砍身。我天生我丽质，我没有办法。哎，从小长得那么停，很漂亮，硬要加重一点，那么漂亮，再一次，没有整齐，再一次，一二三，那么漂亮，然后跟对方说，讨厌，四，五下，三。当人家不来了，来，好，从头到尾正确了一次哦。后面老师当评审开始哦，爱的三八，爱的鼓励一次之后呢，我听手例子哦，正式开始哦，五六开始。我天生我丽质，我没有办法，爱从小长大那么漂亮，哎，讨厌，耻下。好，来，我来问一下老师哈，老师要公平哦。我说一二三的时候，老师你就要把你心目中觉得表现最好的那个班级，你就把你的号码比出来。裁判宣布，宣布成绩。裁判宣布，宣布成绩。我刚才看到第一名是我们的，第一名是我们的，冠军是我们的。来看到比的最多是我们的，是我们的一班、二班、三班、四班、五班，耶！掌声鼓励。